球，两人回空两好球，两人对战的次数并不多啊。追打了一个 high fastball， 三颗球。想要回三垒手都会去做防备，就不会站那么后面。哦，但是这个球飞过去了，是安打。陈诚威的安打上垒啊，单场的第二支。哦呦，说着说着安打来了，连续两支安打，哦，哎，落到后面去，那这样子让陈诚威再推进垒包，竟然要记一个失误，哎，安打加记一个接球的失误。那岳振华这个半局是移防过来的。邱丹这一棒，结果接到之后转身先传游击，再传一个 double play， 那没有打点。但真的是防守方的好朋友。结束就不知道。掉高了，有一点切到，但应该是有办法来防守了。跑动中遭到了陈文杰再见接杀，结束了这一场比赛。那当然，对于先发投手泰勒啊，他在中职的初登场啊，就收下了胜投。最终的比数呢是7-5，中信兄弟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。我们先请大家稍后片刻，待会呢有赛后讲评。